早晨，你几多号 number 啊？我个 number 是13633。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Sabrina Jewargeni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1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喺以前做嘢喺。做嘢喺人嘅心灵，照顾有几多人啊？我老板屋企有4个人，先生、弟弟、细路仔，一个女。细路仔几多岁啊？细路仔5岁。你点样照顾细路仔啊？我帮细路仔做呢样，我帮细路仔换衫，我帮细路仔着口裤，我帮细路仔送接返学，我陪细路仔玩。你识唔识得照顾老人家？识。你识得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我帮老人家做呢样，我帮老人家换衫，我帮老人家换尿片，我帮老人家食药，我帮老人家按摩，我陪老人家睇医生，我陪老人家倾偈。你识唔识煮饭啊？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我识煮份早餐，蒸鱼、杂菜、芝士油鸡、煲汤、炒面。好唔好食啊？我食。好食啊！你惊唔惊狗啊？我唔惊狗。你食唔食猪肉啊？我唔食猪肉，但系我可以煮猪肉。好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。